制作一个 GT106 Plus 的继电器喷油嘴测试的延长线，因为我们配的线是比较短的，所以也不知道客户要多长，所以就配一个短线，让客户自己去制作一根比较长的线。因为我们做喷油嘴测试的时候是要离车比较远一点。这个是我找到的一条6米的延长线，那么我们可以离车6米。以后怎么制作？这个是带保险的，就是一定要带这个保险丝啊，比较安全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线给拨开。然后这个线的另外一头连接好这个夹子，然后把这个线卡到里面。也可以用焊接的方式把这个线焊接好。把这个绝缘套套好，这个测试夹就做好了。